这种活动是第一次参加的，让我想一下，第一次参加啊，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参加的，所以大家有逛过菜市场吗？切切的过程中也好，或是说我们可以用肉眼去分辨说，这个猪肉它的来源。这是台湾锅底牛，对，完全没有血水，但是你如果经过那种冷冻包装、冷藏包装，它一定会是血水。对，来，我们再来继续哦。我们要来到我们今天有一道菜啊，有用鳝鱼入菜哦，鳝鱼入菜。这只脚我们要先上菜哦。开始用不干净的东西去改变它的一个形貌。澄清汤有没有？大家知道什么叫澄清汤吗？收美。我们做过那个西餐的人一定会知道的一个东西，它是很清澈，完全没有杂质。那我觉得这个小吃大餐都可以，而且是有非常多很棒的主厨都一直都在创意的料理，这样子还大家很辛苦，今天也有很多的学习，这样希望大家以后都常常来参加美好难搞的举办的活动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，有带我们深入了解人情风俗人情这方面，我觉得是我们观光客比较容易。容易的就去模仿，然后可以给我的家人很大的一个视觉或者味觉的一个体验享受。准备喽，今天活动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下次还想不想来参加？想来。